停下。哦，捞就有。好累啊。有罪恶的。酒鸡啊。有点不惯。时间够了吗？我来辅助你。哦，有过来的，有过来的。我姐姐，我姐姐。我靠！红毯啊，红毯，可以吗？他怎么可以这样给你看呢？他怎么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哎呀！喷发，喷发！我靠！哇！哎，这够漂亮。啊，糟糕了！耶！来来来来来，这辆臭鞋子，嗯，真的是大！哇！我靠，下破板，太冷了，冷死！来，我呀！完蛋，完车了，我靠，我怎么都是啊，白女士，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准备让你了。看到没有？哪一只啊？好，这边的话就是，哎呦，他有，我要跟他招手。这个就是竹安河，哦，它已经是出水口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的农场就在这里。那其实离竹安河的出水口非常的近，哦，就在应该是下面不到一公里的部分，哦，就非常的近。在那个 Google Map 把那个定位点，大家只要打蓝星休闲养殖农场，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位置。我想大概全宜兰应该只有我们这边有这个场，还有小岛可以登岛。我们的开放时间是朝九晚九，好，就早上九点开到晚上九点。一些相关规定哈，我们会在我们影片的说明栏，我们会打在那个说明栏，包括一些不可以用倒钩。替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池子哦，这个是我们的主池啊，那上面有五个小岛，这个就是我常常在上面拍摄岛上钓鱼的啊的主池，这个非常的大。那另外有一池是在那边哦，它是 L 型的 L 池哦，那另外那边有个一字型的一字池，那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走走看。好，这个 L 池就是我上次钓那个恰奇辣的那一池，它是海流沟，就是海水会流进来的水沟。啊，有恰奇辣啦、乌鸡啊啦、红轴啦、灰心啊啦、乌缸啦、萨巴啊，它鱼种非常多啦。哦，还有银鲳嘛，哦，这个海鲢也不少。哦，但是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就是，其实我们这边的场主要都是靠海水自然，就是涨潮的时候它进来，退潮它出去，我们不靠水车去打氧的，所以它就是跟自然的生态是一样的。哦，随着涨退潮，会咬饵的情况会不一样啊，哦，就跟我们海边钓的一样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字沟，一字型海流沟啊。哦，
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海水的进口啊，海水从这边进来，所以这边才会都有海水。这条沟的话，就是我之前有在这边做钓丝木鱼，还有夜间在抓螃蟹，就是这一条。从这边，应该我在猜这一条应该有300公尺吧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一字沟，这边就是我们的一字沟。就是这个是男厕，这个是女厕。现在网络上很多，不管你是工业风啊，什么机械风、IG 风，我们这个地方是养殖农场，我们什么不多，我们的鱼最多了，我们的水最多，我们另外水管最多，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一些这种水管，来当作我们做这个建设的一个设施的基础。食材的部分哦，我们会在这边就是放个箱网，放个养殖的网子哈，然后就是养一些台湾鲷，还有一些虾子、虾子、螃蟹，我都放在这里，然后供大家就是要烤肉的时候可以来选用。喝个啤酒，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一个饮料区哦，那它包括一些汽水、咖啡、啤酒。还有一些茶的饮料，苏跑啊，矿泉水，这个，怎么有灌那个？来，人家寄冰的，寄冰的哦。我们这边的台湾鲷非常好吃，石目也是都非常的好吃。这边的话可以自己钓，可以自己烤。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限量的食材，这个部分要先预定，因为它没有办法我们在园区里面准备，你必须要先讲。我们都可以提供了，好，那我来开箱给大家看了。好大！我如果在海边哦，能够钓到这么大的哦，那我会开心死。台湾钓龙虾的，一定没有这种尺寸。好了，我开了。来，看到没有？我的手，哇！明蟹这几公斤啊？3公斤啊。先来看一下哦，黏呐、黏住啊，新鲜鲍鱼啊、哇，赞！这算什么龙啊？不知道，水姑娘，水姑娘这么大，哇，看到没有？它各个爪度，你去抓，抓到最大的那个，看到没有？我靠，太大了！这是晚餐。哇，晚餐好！哇，庆祝开幕了哦！它是季节性的食材，你必须要先跟我们讲啊，我们才能够去准备。好。这个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，就是园区都会准备这个木炭，还准备这些烤网。有饭吗？放鱼哦，真的很舒服。去外面，去外面。进来的话，场地清洁费是每个人100块哦。那如果你携带像小朋友这些亲子，我们是15岁以下同行就是免费。15岁应该是国中了，就是15岁以下免费。就希望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，然后有机会也教孩子钓钓鱼。
我们蛮鼓励一个亲子活动，就是现在蛮多小朋友都太沉迷于一些什么手机啊或者这样，我们希望就是父母也可以带他出来这样走动走动。好，那我们钓鱼的部分是一天是你开一根竿是200块，登岛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就是有人做那个摆岸哈，就是载你上去，所以那个部分我们登岛，当然你要下来啊，或者是临时要拿东西或上厕所，我们还是都有服务啦。那所以这部分登岛外教的部分是400块，但是我们只有开放，这边有一颗比较小，这第一颗，这五颗里面这一颗比较小，我们没有开放，我们是开放后面那个比较大的，还有我影片有 PO 上岛两次的这两个，总共开3个岛，原则上就开放差不多5-6位。所以3个岛可能就差不多在15到18位，好，所以这个位置比较少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登岛的话，可能要提前跟我们讲。鱼是不带回的，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放回去。但是如果你打算今天就打算要把鱼带走，那我们的时价表你也有看过的话，那你要带走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们拿那个笼子，或者是你们有活鱼网，你就可以把它养着，这都没有问题。我刚刚为什么说我们只开3个岛？因为有一个岛是他们要住的，是不是？有一个岛是他们的哈，我们钓客只有3个岛。这个鸡以后是要吃的吗？不是啊，吃草的。啊，吃草的。哎呀，误会你们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哈，误会误会。吃你的，吃你的，吃你的，吃你的。露营的这一块哦，我们就是也会开放，就是不管是你钓客或者是人，你想来这个地方。我们这边就是过夜，我们都非常的欢迎。那我们的收费是每一车是500块，就是从下午5点到隔天的9点。粉丝有问说他有没有搭帐篷的地方，那我们家其实场地是有，但是地面就是还是目前就是整理的还不是那么平整。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克服，其实我们还是一样就是会欢迎你用帐篷。我们另外有一个活动是属于季节性的活动，它是让你钓螃蟹的。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之前有拍过，就是在这边钓螃蟹，它那个沙工非常的大，就是主要是这一池，主池里面也有，其实3个池都有。那我是在这个地方钓螃蟹的，所以我们有打算就是让客人喜欢钓螃蟹的来这边钓螃蟹。那我们是，它是季节性的活动，我们是开放是5月到10月。然后晚上的7点到11点，我们为什么会定这样的时间？主要就是说，我上次来钓有发现，其实天气冷，它的活动力比较差。他说夏天的活动力螃蟹比较强，所以我们打算就在它最强的部分来开放大家钓螃蟹。白天你开竿，如果钓鱼，有人在问说，如果钓到螃蟹怎么办？那就算是一个小福利啊。钓得到，就跟上次一样，那个阿凡钓得到，钓得到就带走。哇、wow ，爽快吧？嗯，好。那晚上的话，其实终究是一个乐趣啦。我们也知道5到9月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开竿钓，那你对这种农场的这种探索很有兴趣，你也可以准备一个头灯网子，晚上在那个这些沟一字沟，就是以不打扰别人为原则下，如果晚上有钓客，当然你不允许。那如果没有钓客的话，你们想要寻寻看有没有什么，我们都欢迎。那如果你能够抓到螃蟹，也送给你。爽快吧，爽快啊、哦！好，那希望大家有空就来这边走走玩玩，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提倡它是一个亲子活动啦。对啊，啊，这嘛，迄不重点吗？我哩个细卡，鲍鱼啊，这什么南非鲍啊？南非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它的壳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对耶，
是白色的。白摸的。烤肉餐。好了，我们来捞螃蟹喽。来进水。九十六万，大黑啊！哦，拢黑啊！大黑啊！啊！哦，大黑啊！大四。拢黑啊！嗯，到。什么黑？唔知哦。白虾跟那个草虾。白虾、草虾都有。晚上开始寻宝，这边就有灯了哈、哦。晚上有个界限，啊，来玩的要小心了、哦、哈、哦。这边找找看哦，这个额外的体验哈、哦。那如果抓得到，就通通送给大家了。这是不是啊？不是啊。啊？不是，不是啊。啊，去去去，都去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螃蟹，螃蟹。看到了是吧、啊？希望没有噪音。去去去。这边，没有。哎，我。哇，弟弟，哎，进来一点。哦，这下多少钱？多少钱？等一下，哦，捞就有哦。哇，螃蟹，螃蟹，螃蟹。哦，不小哎。哎，它这个，哦，在这里啊、哦。多少钱呢？现在想抓它这两个，哦，抓到了。大家就是要配合一下，太小的我们就放生、哦、那个体壳没有超过八公分的我们就放生。我那个那么小的要永续经营，就是哎，你这个抓大放小啊，你这个这样到有吗？是有什么东西啊？锦巴哥又一只了，哈，真的还假的？哎，水哦，有没有草啊？那水干，没事。草啊，就直接这样回去啦，好回去。啊，这个才好吃，它、哦、我要倒着用。哦，对啊，抓起来。不要，那个帮我倒一点啤酒可以吗？倒一点啤酒，倒进去吗？对，倒进去。倒一点啤酒进去啊！啤酒，我拍你，站，你站，站。倒一点啤酒下去，然后直接。哇，倒啤酒，啤酒全部哈、哦。对对。啤酒虾，啤酒龙虾，啤酒龙虾。姐姐够了吗？啊、哦，可以。对嘛，它那个、哦、太好卖了。哇，熟了。那个可以。哇，光这一只脚就这样子了。给这一位给我。看，进下去。哦，嗯，好吃啊，好吃，好过，哦哦，哦，好可怕！哎，烧制，都烧完了，再来一块，这个要用手才会，哦，怎么有这么大块？来，转，来，啊，朱明哥，谢谢，你们。哎、欸，你们大家，你们不能吃这个，我不行，我会痛的。八公斤呢？用澳洲虾厉害。哇，你看那个冒烟呐、啊！哇，九五百只只，就这个，我没喊他去。哦，那个太少。大吗？我的烤熟一点没关系，它等于是要。哦，藏青色。这个哎，哇，这么大块，它的脚哦，光是脚就这样。吃完就，啊、哦，真的，明天开始就是责任的开始了哈、哦，真的要好好努力了。去哪里？好，看这多大。
我就是两三年。用那个大厨。放炮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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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感谢感谢。他怎么会写这个剧呢？按了吧，仰看用力拉。等一下，给他拉一只母的看看，好。哎，这只哦，可以带回去啊，没关系。东哥马上把它跑走了，他怕我吃掉，他怕我要走然后吃掉。那个车里跑出来的逃家少年，谢谢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呀，你要拍一个啊，拍一个吗？把他留下来啊！上来！哇，暴力的！要撑住啊！我拉。啊，你把它倒过来。为什么看人家钓鱼都那么容易？他为什么那个表情？乐乐，我教你，你把杆子放下来，然后你用手去抓他的尾巴。对，你去尝试看看。他不敢，对，我不敢。用力抓他的尾巴，你把他捏住看看。对啊。等一下要洗手，我有水可以洗手。但是我不敢碰它，用力的抓。这只要带回家了。你要带只回家哎、欸。手足无措的乐乐。来，我赶快诱饵，把它抓走吧。我来辅助你。我超怕鱼，其实我很怕。可以来，我帮你拍了。乐乐这只是大了哦。他会讲话。他会讲话，还说什么？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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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呀来呀来呀！你们要吃吗？好，我工作不能。